船 Navi River， 阿凡达的世界的船。Go！ 其实今天的游乐设施可以不用买 Genie Plus， 大家都没有买，只有我自己买了，因为我想要玩，然后可以早一点回饭店休息，再加上我不太喜欢排队。对，那今天 Genie Plus 的话是15块美金，然后。因为我们明天要去 Magic Kingdom， 就是从早上8点半要一路玩到晚上10点，又要看游行，又要看烟火，又有很多想玩的设施，所以我想要把力气保留在明天，才会决定今天买 Genie Plus。就这样。整天都很多人，没有低于100分钟过。早上还有酷的游乐设施，这边有一个阿凡达的餐厅。没有他们部落的感觉耶，感觉很漂亮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我来看看阿凡达都吃些什么。Blue noodle tuna， 蓝色的面呢，真的是连食物都要做成蓝色的。哦，还有一些
面食跟沙拉，蛮酷的。饮料也很酷，有一个绿绿的包是什么饮料？哦，它是啤酒哎，为什么是那个颜色的啊？还有甜点。我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晚上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晚上的阿凡达，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园区最有名就是阿凡达，如果没有待到晚上看夜景也蛮可惜的。虽然我真的很累，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待一下。然后我想要买一个那个绿色的啤酒喝喝看，因为很酷，都来了。在这一点酒精饮料要两个 ID， 然后都要有照片的，可以一个是实体 ID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手机里，假如说你护照的照片这样。Say thank you。结果我付完钱以后要去取餐的时候，他说卖完了，我的这个啤酒卖完了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体验，所以还有下次的。于是乎他就退钱给我了，卖完。那我要离开这个餐厅了。不知道在买什么，我来看看大家在买什么。我发现这里也有卖那个啤酒，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卖，如果没有的话它还有别的饮料。耶，我买到了，很酷耶，这超不像啤酒的颜色。然后还有很多人买它的冰沙。我来喝喝看。还蛮好喝的。耶！大人的饮料，然后在小朋友的游乐园，冲突的开心。我们去看看这里的商店吧。真的好多人哦！都是阿凡达里面的生物。咻！这不知道是什么，怎么很像神奇宝贝啊？真的很像神奇宝贝。还有这个卡片哎，卡包吗？你看我小时候玩游戏玩卡哦，这卡包9.99。还有一些阿凡达的公仔。这边有服饰类，哎，这件蓝色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它这里就直接写阿凡达。这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有点萌又有点丑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？打仗吗？哎，我很奇怪，我看过阿凡达两部都看过，然后我都不记得了，完全没印象。哎，它这叫做 walking stick， 是拐杖哎，好笑哦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来看看。看不出来 ，glow 什么的，这个是晚上会发光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你买了之后可以拔掉，然后就可以按这边，按这边，然后可以发光吧？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设计。这个地方很酷哦，就是你可以来这个地方做阿凡达的公仔，它会根据你的样子，然后帮你制作成自己客制化的公仔，像这样子，然后一个的话是85块美金，很酷哎。但是它很快就售完，像它现在晚上就说他们其实从下午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所以就是如果有想要做这个公仔的话，要早一点过来。这个是一个很亮的水晶球，会发光的，哎，好重哦，这很重哎，会变色哦。这个好逼真哦，它做的好真。
还有一些植栽，还有一本书，这是什么笔记本吗？它是潘朵拉的笔记本，而且它这边看是银色的，一本笔记本26.99。还有杯子、包包，各式各样的周边产品。这里也有玩具区，我经常看到小朋友在玩这个，没想到它会发光。还有一个鼓哦，这个鼓真的很重，不是我说，它好重哦。纳美人的装扮呢，还有它的尾巴，都是35块钱。这边有阿凡达的衣服区，可以买他们服装。为什么我觉得有点滑稽啊？我好像很不适合当纳美人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再配上我的啤酒。好奇怪哦，我就觉得我很像一只老鼠。这里有阿凡达的包包，还有发圈跟他们的辫子，还有尾巴，好想戴他的尾巴哦。这边是衣服区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些晚上天黑的时候，他用这种荧光会发光。他故意用这种设计，就跟娜美人一样。娜美宝宝，哇，这里好多我刚刚洗的东西哦。我们也来试试看。哦，它动哎！啊，手也会转，好酷哦！来玩另外一只，它怎么一样？这好像神奇宝贝哦。它长得好像山羊啊。还有这一只。Try me， 发光了，他们会一直喊这个，我一直听成星巴克，星巴克，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反应是几分？3.5，3.5，跟虫一样。我觉得要真的是要看才会懂。对，要喜欢阿凡达。对，喜欢阿凡达会觉得很，可是哎，还有看啊，那他也是蛮平安的。哇，做得好真哦。没了，好想睡哦。我怎么办法做那么柔软？就是娜美人那。那你如果要等一个小时，你会推荐大家等吗？很喜欢阿凡达。可以。如果没什么感觉的话就还好。对，就不一定要。OK， 谢谢。有阿凡达的感觉吗？有，我变娜美人。哦，好爽哦，很热，然后很热。对，还有点冰冰的。我真的会被笑死。这几个人拍照很认真哦。梦妮每次都要蹲很低让人拍照，辛苦。我们刚刚遇到有人在迪士尼里面抽烟呢，好可。迪士尼里面不能抽烟，应该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吧。迪士尼里面不能抽烟了，各位。把您说呀，听哦。我们现在等天黑。这里的天光很漂亮。这里地板开始发光了耶。感觉天黑会很亮，
文文，我们在等天黑。对，我们来看，再看夕阳。拍不出来它的漂亮。So cool! Wow! Look at your chest. Wow, Emily. 在天黑了，跑来了蓝蓝的光。然后它的地板就有这种荧光色，跟阿凡达。阿凡达里面的 Pandora 就是这种颜色。他们现在要拍什么奇怪的辣妹照？一二三，稳住，不要动哦。有没有很啊？不行，完全大曝光啊！不行，太远了，要近一点，再一次。好啊，不然就。我们真的是很会拍耶，到底是谁拍的这么好啊？真的不是我，好啦，就是我，哈哈哈。我们真的是很会拍耶！到底要拍几张？一百张？超强！奇怪，怎么有我奇怪的照片？很强耶！这里真的好可爱哦，后面有点光的，怎么办啦？我们八点就关园了。真的很好看，每一定要晚上才能拍出这样这么可爱的照片。还可以看夕阳。对啊，但是需要四个人合力，一个打光，一个拍照，一个顾东西，一个当模特儿。这些画面就是真的晚上天黑了以后才看得到的，很有 feel。这种感觉跟坐那个 Navi River 的感觉一样。晚上超有感觉，超像在阿凡达的 Pandora 里面。淡的感觉呀，超漂亮的。晚上的话，这棵树也会亮哦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 Animal Kingdom 结束啦，我们要回房间咯，然后我们明天要前往 Magic Kingdom， 耶！大家晚安。